日前在综艺节目中，吴永恩给王子文深情地弹奏一曲，两人的眼神犹如两团炽热的火焰，相互看着都是满满的爱意，情到深处两人情不自禁地亲上了。见此网友纷纷表示太甜了，这个不是偶像剧，但比偶像剧还甜啊。特别是两人相互拥抱之后，吴永恩一直在王子文背后温情抚摸，这个小细节真的很能说明吴永恩对王子文的喜欢，不少粉丝们也是纷纷为两个人送上祝福，终于这对 CP 再一次撒糖了。要知道昔日里王子文和吴永恩可是经常撒糖，让不少网友们都成为他们的 CP 粉。王子文非常小鸟依人，而且也很懂恋爱的滋味，他一直很享受这个过程，而吴永恩身材魁梧帅气，关键没有大男子主义，相当的体贴入微，两人如果真的在一起还是挺搭配的。